娘，你带俩惊喜回来，你看谁？嘿，哎呀，果果，敢说我？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什么好消息？他们那几个秀啊，还有你嫂子、秋子、睡水呢，他们都回不来了。回不来，回不来，太好了，回不来。我自己听。就听官的，主要是他们一回来忙弄人呢，可不，那碎嘴的，完啥也不拿，然后就来吃，哇哇的，还能叨叨。你理解我，真是，哎，这知道大概不到谁，咱就失衡。可不是呗，一天忙弄死了，当然。你这晚上整啊，整啥吃的呀？我都吃饱了，我都吃三个鸡蛋。那么点儿啊，咱就没有人管了，你这不回来了，不得整点吃的？晚上整点红烧肉啊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不回不来了吗？俺们七点半就赶回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带俩惊喜回来，你看谁？嘿，哎呀，果果，那么跟他们回来了？想你了呗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个重磅消息，你知道吗？俺们他妈住几天不走了？这又拿可不是一顿吃的啊，这两天吃，只一点食啊。你们都在这住啊？都在住。那楼在哪？几？这怎么看见又还不开心呢，赶紧安排呗。不是，怎么开不开心是。那你们搁这住，我上我姥姥住。你干什么？你赶紧干，弄点好吃，备一顿吃了。咱们这一天细水长流。我住几天，我告诉你。这么多人，你只是怎么细水长流？他这好像不是好消息，对你来说好像是个坏消息。老妹儿。这大块肉，你想怎么吃？红烧肉呗。就想吃红烧肉啊？啊。别的也行，我也会弄。你是不是嫌麻烦呀？我不是嫌麻烦，红烧肉是最简单。我就吃红烧肉。那就弄红烧肉呗。你一点，我怎么能嫌麻烦呢？那我弄。小哥帮我下火。OK。好。啊。我咋有点不祥预感呢？什么不祥预感？你说一会儿那个能不能那个秋子跟那个碎嘴子他们？听着我，背后捣鼓人烂嘴巴啊，小哥。这怎么事？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回来啦、就是得到了点小道消息，就不想搁城里待，立马给花哥打电话，就跟我们结婚来了。我这给他们寄回来了。奥利给！这啥？啥也没拿，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可能啥都不拿呢？我们是那人吗？排骨，带伙食回来的不行吗？这排骨刚才咱们得仔细点吃，咱们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时候这排骨吃了？咋的？你们还搞这住啊？不走了？不用去了，现在想回去走啊？你们怎么回来的？花开姐姐，姐夫听。那你接回来，你直接进你家去得了呗？你这，那能说去就去吗？现在时机也不成熟啊，我能让不起去吗？你赶紧把排骨给他，就搁这住了，完事儿。那得有点深沉呐。那礼拜里我这。这不咋吃的回来了，就是你们的。反正你安排你自己看着安排就完事了啊。总是看着什么也不业乎，然后多烧点。你上那头。哎呦我去！呀，你们仨挺快呀、啊！你也回来了。那花哥去接你俩的啊？哎呀，还是说那种人好呀。太冷。咱们啊，咱们以后咱不叫兄弟大院，咱们叫女子食堂。行，反正我跟你说，接下来我们这几个女人伙食就都得你管了。你得天天做饭。对，明儿给你们一人整点饭票啥玩意儿的啊，站台吃饭啊，这打饭，要不然不行，坐不下。行，上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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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这就不给你们看了。你做两锅饭呗。做两锅饭。行，我做两锅饭。做一锅就不能够啊，是吧？这样你看不够啊，就这点能做做上两锅饭，那有的是，那就拿，那不有的是吗？那行，那我就现在就做呗。你做，我做啊。哎，啊！你说这么一，你说晚上你说怎么住？不行，你上我家住呗。
我上哪？我不爱去哪？我去哪？我上家怎么？我走道跟秋子说了，我说你晚上上俺家住着呗，他不干呢。要吗？我说你要吗？挣。你想不想让秋子上你家住？当然想啊，都想了。想。那你是这么的，你就跟我嫂子说，你就说晚上把他们领家住。你家也不是没有地方，就住了那么大炕，不是掏一个炕，把他们都领去。住呗，你正好让大娘瞅瞅。那我那不成女人国了吗？那我。不开心，那都开心不你呢？对吧？那行行行，你这主意挺不错，我赶紧做饭了啊！赶紧做，上来锅，咱俩吃当然走啊！这一锅做出来你盛过来，然后再做一锅，这锅大米有的是。走，你忙，那我先做了啊！妈呀，这么一大锅啊！都做了，我不够你细水长流吗？那不都做也不够吃。没事，我拿排骨了。排骨明天也得都做了。你光说我可不管了，都住三五天，有点数不够。那你搁这住，我走了。你走了？你上哪？肯定走不了，你给我。我姐夫刚才说他甜点儿。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好。狗哥，你造啊！哎呀，你把菜拿走，菜不拿走，一会儿等咱仨吃的时候都没有了。那叔，拿个盛饭的勺子。那还有一锅饭吗？这饭已经多少了似的。还有一锅，现在做饭都得两锅了。我正常说，反正。嗯。有没有喝点的？我。来来。我不喝。少来一个。别，啊，行。这现在都上不去炕了。你今天站着有地方就不上了，上炕。我给果来。果来。我来一个。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我就不喝了啊！来一个呗，什么情况不到吗？来一个，饭来了，饭来了，你该喝喝你的呗，我的呀！啊，你也来一个，嗯，早上吃饭吗？给你盛多少？我肯定要吃饭呢，来，满满一碗，你先给我盛半碗，我一会儿自己再盛满满一碗，要饭不够。这回怎么回来了？我准备常住，走，不还啥时候还走吗？走常住，那那边好了。住这个呗，刘哥天天给咱们做好吃，回来光有三天五天起劲了啊！我也不走了，咱们都不走了。他俩凑一起可有闹看，我跟你说，绝了！你们凑一起都够呛。那花哥陪你们女子团队打板球去。嗯，女人多啊，一会儿都跟我走啊，三块啊。嗯，那女人多。那嫂子，你让嫂子带你们走啊！一桌麻将，一桌扑克，花哥有点急了啊！来，嫂子，心里更开了花。来，姐，嫂子，啊，哥们儿，嗯，吃没吃好？吃好了。吃好了。啊。吃好，咱说能不把这收拾收拾？先吃不管，后吃煎了。收拾不了一点儿。哈哈哈哈哈！馅料不好看。哎呀！可能怎么？一会儿你刚问着聊，咱们打扑克是不是？晚上再吃一顿。一会儿，哎，不用接。晚上一会儿干，我再准备一顿啊。我走了，我下地，我去。你收拾吧，我也先走了。最大，我最大，我最大。